就把它关了。对派遣的大教官放心的加薪，那目前的风台风风势很大，那目前的那个安装门还好吗？对，那我要再过去看一下。对，那我这边目前的大哥像他这个。像他这个木屋啊，他们都会有什么门牌？他这个木屋他们自己做的，自驾做的，没有门牌。对，他这个自驾。